啊，这个人很喜欢拉三皇打打三皇，这个东西。他中路对不过别人，他妈就喜欢来上路欺负手短的，你说合不合？你妈的！一个中单英雄跑的跑上路来折磨兄弟。操，一个没毒死。打这个很搞心态，你知道吗？很影响心态。那今天高高兴兴，突然碰到一个币，炸币，影响我接下来的游戏体验。就是个炸币，就是个炸币。我急跑，你不至于抓我吧，兄弟？命令你下达，是咬还是不咬，这是一个问题。埋葬他们。主要这英雄前期戳着我飞起，他妈中期也是吊打我，后期也是吊打我，这英雄他妈从头到尾吊打我。这怎么跟他扯？他补的还比我补的好，他一刀刀的戳，我还漏刀的，我靠毒。狗贼呀，你真是个狗贼。你先恶心我，别怪兄弟恶心你。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炼金加强呀，我听到你了。
戳你的嘚嘚啊！你一直戳戳戳，你烦不烦？你一直戳。真好打，有手就行，真的打练级真的。真的打练级真的有手就行，还需要手吗？这么乱打。都不需要操作难度的这些英雄，你知道吗？做天牢搁在这里，牢笼。地狱，你说这样怎么心态好吗？你妈要被他锤一局，被他戳一局，你戳完游戏还是输的，我操！你说结局是赢的，我他妈还能是不是平复下心情？他妈结局还要输的，那我不是裂开两半？我直接想捅设计师一刀，我自己割。你在出什么钩啊？这钩子不中先锋还掉了，我双方还没有。你没压三十刀，好没脾气。只要我要是个后期的话，我这样被戳一下，哎呦，我在这个前中这样戳，然后我就废了。能打要输啊，兄弟！潘森中野零节奏啊，这还是个前中期英雄，这样玩是输定了，不能这样玩。好钩子恶心呀，撒谎！正在路上，两根塔皮，他放枪放上卢塔就掉了。
鲁大爷刷不过对面大爷，玩男枪刷不过人吗？鲁大比他少这么多，少20刀，没看他去抓过人，补刀少这么多，我的妈，你是个男枪了。他面具了，兄弟们！哇，减伤的抽我这么多！正在路上。喂！一波减了300多杀。怎么杀呀？是咬还是不咬？这是一个问题。快来呀，先锋要撞了，大哥，你别这样混了。明目张胆放先锋，你们就是这样的。好恶心。哎呦，抽的我心态爆炸，我跟你说，你他妈你一次不帮你跑过来吃什么线呀，天哪，你放个先锋你在那抓野，那么早放的先锋，你搁人里抓野让我死，我靠，只能庆幸你是玩个男枪，你要玩个赵信什么的这样子刷，下一把。两件套路，这是一个问题。我被戳成麻烦。难受啊，难受。谁管一下咯，他这要无敌了咯。多大了，真的不用管的吗？中野，你们真的觉得这把能赢吗？这黄鸡的发育还是猫放任不管吗？放任他做大做强。
直接就不来抓呀，我都有疾跑闪现，能抓的，我摸得到的。是鸟还是不鸟？这是一个鸟。你别点信号，怎么只能我被抓呢？你动手抓抓人呀！差不多是时候了，士兵们，前进！没啊，你过去干吧，没人跟得上的，搓麻了，搓，他手上一个 E 又把我给二折，要不一个加强版围了，你知道吧，又把我推着，加强版韦恩啊，兄弟们！好吧，进来这把崩成这样，我们直接就开搞，注意，崩都崩成这样。是鸟还是不鸟？这是一个问题。直接开搞。我能把技能骗出来，把他大招一骗出来，我还有双招，刚才已经大招骗出来，那攀升呀卡莎都可以飞，我再把技能骗出来还是会死的，这是没办法，虽然确实挺难抓的，我有一说一，这英雄打上路是这样的，欺负我这种没位移的贼好欺负，戳你妹的戳，我还摸不到他，玩命戳，可折磨了，你们没打过，我相信你们看了这把你都不会再想玩炼金了，你要是玩到了炼金打杀的话，你就是裂开两半，此刻心情愈演愈烈，愈演愈烈，你就不是跟我这嘴巴在碎碎念了，你就发脾气了，是你哥中野怎么不来抓我，操，怎么把游戏，你就已经是这样的兄弟，心态发生了变，所以说我打这个英雄，我说我心态会爆炸的，这玩意这他妈恶心，你知道吗，我打的人心态爆炸，这小子打人心态，你知道吧？不开。打人心态呀，日你仙人板板。我此刻的好心情尽毁，此刻我只能妈买批，我的精英赛要被这沙皇搞没了，我日，要是我最后一把，我精英赛最后一把排了这沙皇，我还能理解，这前几盘我打得挺顺心的，这第一把呀你就来搞兄弟，你是有人真不打，
哎呦，炮三没补的，我操！我直接灭成两开，好贵呀、啊，这是。白年啊，咱俩咱看了看。有够瓜的，哼，真他妈有够瓜的。没有，他们伤害，他们这把。这几个人都是，你看人马他不打我，这 AD 也没打我，只有沙皇一个人打我，然后我出了个链子给他，所以他没什么伤害、啊、看起来我很弱，这五个人激活我你就知道了，啪一下就没了，秒打，贼脆你知道吗？你别看我出一身肉，贼脆，我是虚假的坦克。兄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坦克啊，我是一只虚假的虚胖，小虚胖。我并没有那么牛逼，把这把下路 C 了，不然怎么赢啊，兄弟们？啊，就这中野，挂机等输呢。玩攀升，前期不着急的吗？我在想，玩攀升前期真的不着急吗？就发育吗？就发育呀、啊？就一直发育、啊？卡着这都能犯病啊，兄弟！那这你得背锅、啊，这小龙啊！操练！根本就没有要这个的意义。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你跟着疯狂看不见带上了这边怎么没有大脑啊都是在犯病一个个死干嘛怎么突然我们就有死了有闪有闪有闪有信号给他沙皇的奇迹团也是可以做得到的老混子出装了兄弟们一丁点伤害都没有法强38别问问就是混法强就是个位数哎呀打起来就一个字我混Yes 妈的打不过沙皇打不过卡特我操捏死你沙皇三件套可恶卡特三件套我克他懂不懂克制你卡特下个版本不知道是加强还是加强我七我金三哎哎哎防御卡这一小兵你他妈的折磨兄弟是吧我直接就是一手躺赢说了我一分局我错说死他这几炮带的好，带个点燃这把一次都用不。